出街啦！今日主人约咗朋友啊。主人系视障人士，由我带路噶。搭车啦，司机好欢迎我噶。去公众场所都系啫，不过请我食嘢就唔好啦。唔好引我玩啊！我要专心工作嘅。哦，唔识路添，好在有人走埋嚟帮手。到啦。Hello。导盲犬是视障人士的响度，受过专业训练，支持导盲犬服务，齐建共融社会。